Hello， 创业家们，今天企业经营的还顺利吗？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刘润五分钟商学院基础的第230讲，二维四象限，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假如你是开公司的老板，但你公司经营的不怎么样，于是你就求教商业顾问啊，商业顾问跟你说啊，一切商业的出发点首先要让用户获益。当你听到这个观点之后，深受启发，想说对啊，不让用户获益，他干嘛选你呢？于是你开始不断追求用户的价值，让体验升级，让你家的用户越来越开心。后来果然呢，你的公司开始亏钱了，而且还亏得体无完肤，你很痛苦，四处求教别人。而另外一个商业顾问听完你的讲述之后，反而跟你说啊，任何一种商业模式都是你自身能力的变现方式。你一听，哎呀，有道理，想说从自身能力出发才是更实际的，而不应该一直被用户牵着鼻子走啊。好，那么到底是从用户获益来出发更重要呢，还是从自身能力出发更重要呢？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正确。那什么是不正确的呢？就是你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其实啊，在学校教育久了，你会发现不是对就是错的二分法影响我们太久了，让我们的思维也变得简单而僵化，从而失去了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试试对立统一的二维四象限法，来面对这个多样的世界，来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那什么是二维四象限法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里面解放出来，用两个对立统一的重要属性来作为依据，画出一个四象限图，然后分别讨论情况，逐个解决问题。还记得我们在第135讲要事第一里面说到的时间管理矩阵吗？这个时间管理矩阵呢，就是把事情分为重要和不重要，紧急和不紧急，轻重是一个维度，缓急是另一个维度。你不能说重和急是哪一个更优先，你也不能说轻和缓哪一个更无关紧要，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接着我们把轻重这个维度画在纵轴上，把缓急这个维度画在横轴上，就有了这张时间管理矩阵。而这个时间管理矩阵呢，不把轻重和缓急这两个维度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统一起来，从而生成了四个象限，也就是重要且紧急，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四个象限的事情。而这个对立统一的四象限一旦被画在纸上，很多人就会立刻豁然开朗，自己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再来，我们回到最一开始的案例，到底是要从用户获益的出发更为重要，还是从自身能力的出发更为重要呢？假如我们把思维从非此即彼的状态改为对立统一的状态，画一个二维四象限图的话呢，就会像这样。像 Apple 公司的软体布道师盖伊川崎还真的画过这张图，他用用户获益作为横轴，自身能力作为纵轴，画出了这张二维四象限图。假如啊，你自身能力很强，但是用户并没有获益，这叫冤大头型企业，用户很快就会离开了。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啊，你可以一时之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同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又尤其在这个资讯爆炸流通快速的时代，你仅只把你自身的超强能力
拿来拼命的赚钱。你的商品或服务没办法真正帮助到用户的话，很快也就会倒闭呀。而假如啊，用户有获益，可是你家企业并没有能力因此盈利的话，这叫平庸型企业。假如用户跟你说他想要既便宜又好用，既想要马儿跑又不想要马儿吃太多草，你该一昧地满足他的需求吗？而假如你真的为了满足这些用户的需求不计成本地投入的话，你会发现啊，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变成那种叫好不叫座，有面子没有里子，很快就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而倒闭的企业啊。而假如自身能力不强，用户也并没有因此获益，坦白说，这类的企业只是来打酱油的，这个叫做臭去型企业。还是先回去蹲蹲马步，练练基本功，再出来与别人竞争啊。而只有用户能够获得收益，自身的能力也很强的企业，才算是真正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啊。今天这一讲啊，并不是来说商业模式的，而是希望借助这个二维四象限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非此即彼到对立统一的威力。而且啊，当你能够将两个维度的思维用这个四象限图来画出来，并且分别讨论情况的话，将能够让你的思维更加的完整，更经得起辩证啊。这个二维四象限图啊，说的更玄乎一点，就是易经里面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当中的两仪生四象啊。好了，到这边说了那么多，可能有同学会问，那我应该要怎么利用威力如此强大的二维四象限法来提升我的思考能力呢？假如你是在分析风险管理的，你可以从可能性和损失这两个维度来生成转嫁、规避、降低和滞留的这四个象限，于是我们就有了管理学上所讲的风险管理模型。再比如，你想要分析对自我的认知，可以从自己知不知道和别人知不知道这两个维度生成公开的自我、秘密的自我、盲目的自我和未知的自我这四个象限，于是我们就有了个人认知的乔涵窗口理论。再比如，你想要分析企业的产品布局，可以从相对市场份额和市场增长率这两个维度生成现金流、明星、问题和瘦狗这四个象限，于是我们就有了讲企业产品布局的波士顿矩阵。如果啊，你真的用心去看，会发现啊，这个二维四象限法，它几乎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经济学甚至是哲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之一，无所不在啊。二维四象限法就是把自己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解放出来，用两个对立统一的重要属性作为依据，画出四象限图，分别讨论情况，逐个解决问题。用二维四象限法来分析问题，会让我们思维更完整，更加经得起辩证。我们学过的时间管理矩阵、风险管理矩阵、乔涵窗口理论、波士顿矩阵等等，都是用这个基础工具打造出来的高级工具啊。 OK， 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网络行销、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 QR Code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我陈华君，我们下个面见，拜拜。